有过关吗？好像有可以的耶，这个觉得瑞瑞很可爱。你们女儿哭了，很正常。不要去买玩具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日期，我们好像有机会全家一起上来台北哦。对，你还记得你之前有发过一个 IG 问大家说要去哪里玩吗？对啊，一堆人下面留言说去叔叔家玩，去召唤峡谷。叔叔家是哪里？不好说，人家是阿 B 叔叔。哎呀，给我！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去帮你整理一下那些观众的留言。哦，这边我抽出了一堆。太 A 多了。那你观众热情啊，我们要写一排叔叔家啦。啊、哦。如果说任务没完成，再带女儿去买玩具机。家里快塞不下。大树先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之前有去过一次。跟谁？你要跟小孩，不然跟谁？那次小孩有安安吗？还很小。我们就准备一下。OK。那、啊、这关怎么没有任务？我跟你讲一件事啊，别人都说你没朋友，不需要找朋友来提示，但你好像预判了我的预判，这桌人有点多。原来你还是有朋友的，交朋友满天下，西黑就是我的朋友，西粉也是我的朋友。吃饱了，这边怎么样？不错啊，哦、嗯，蛮丰富的，很多元的、啊，有溜滑梯，有扮家家酒，有沙池，然后有可以玩水。你家那两只玩得开心吗？哦、玩得很累，已经有一个睡着了。看来下一个景点不错。大安森林公园，好嘞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全家第一次同框。我先讲这边任务可以吧？好，这边任务就是，哇！我不管是你要拍伟伟跟瑞瑞，还是你要拍伟伟、安安、瑞瑞这边，至少你要拍出一张是伟伟满意的，一张满意。面现在很热，对吧，阿婆？超热。除非你想晒，那就够了。好。你要拍你跟他？我跟他吗？对啊。啊，这只就睡了，安详的睡了。对，他俩看我哎，刘瑞宇。直接可以 check 一下。马上 check。不错啊。好，再高二十。好。没有很好。很好。哪方面可以更好？前面这边完全看不到刘瑞宇的头。看到他怎么？对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很好看的时候，我就看了。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这样，给我这个视角，你可以在这边，去过拍到别人。嗯，好，再看一下。有过关吗？好像有可以的耶。哇，两次就过关。有有有，这个觉得瑞瑞很可爱。我本来想说，再不行的话，我要叫小瑶拍。我刚才已经先教他怎么拍了。对啊，这个瑞瑞很可爱。很棒，很棒。对，他这个角度很好。怎么样？西门拍照技术有进步吗？有，但是我觉得他只能拍单人，双人的他没办法掌握，就是要两个人同时都好看，好看的样子。对，还是他单人他可以。还是这 APP 太强大了。其实也蛮强大的。西门，老婆们呢？这个真的也很可以。最近想一想，真的就塞不进。我不用表现出我很多老婆了。老婆们在这里。会不会瑞瑞可以做的比你多啊？你可以吗，瑞瑞？你可以吗？可以拉起来吗？可以拉起来吗？哦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哎，西门在冲运动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运动量很够。哎，西门，
女儿哭了，很正常。哪个小孩不哭呢？等下去买玩具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好，我们等下去买玩具。你不哭才有买玩具啊。乖。新闻，最后一个地点了，最后一个地点我不想让你决定哎，我觉得你运气有点差，都很热。晒晒太阳嘛，我们这个比较室内的，晒晒太阳怎么了？刚刚瑞瑞哭得很难过，我们让他抽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瑞瑞你帮我抽一个，看看你拿好了。手上的美丽花，这边可以买玩具了吧？耶！我让你开心哎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，美丽花。瑞瑞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有没有花爸爸很多钱，就买很多玩具？那我们今天再来花一次爸爸的钱买玩具吧。看看可以行。小问题。小问题。变中了。1990，你还有个女儿也要。哦，小只的也挑好喽。你要这个还是？拿给爸爸。有了，你刚给我一个啦，你刚给我一个啦，有啦，整台都要，小问题嘛。我正在分析。你知道买玩具，你要考验记忆力。到底有没有买过？对，考验你对家里玩具的熟悉的程度。有可能他的阿公阿嬷买过，他的阿姨、叔公、姑公有买，所以你要考验你对玩具的熟悉程度。是不是对你来说这些都长一样？不长一样啊。那个床，他家里之前没有，就有一个佩佩猪的。那这个是小美乐的，我们这边都没有业配啊。求哥到厂商赞助玩具业配。妈，你要这个、哦？你要这个、哦？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、哦、帐篷哎，不是跟他3岁，你几岁？他1岁。这个、哦，对付他就是右手拿进来，左手拿进去。我要这个，我觉得那个太小了。薇薇，你看这边，薇，你看这边。没有没有，没有。我要全部，我要全部，可以吗？我要卖给我的小孩。好啊，好啊，这不是你的小孩。是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哦。我要这个。要拿起来看这个。他拿不起来。太重了，这个。这个哈，走，那我们去结账好不好？最近你看到，我们去玩那个云霄飞车，你 OK 吗？嗯，云霄飞车10年前可以啊。买多少呢？买多少？买多少？可以啊。我看最近主机主播很多都去六福村之类的，那要不要换下一次我们去家族留言是六福村？那他太小了，他玩不了。今晚我们可不可以开到底下？你要干嘛？去你妈那里。喂，不要动。我看你很开心，你还胡子。我没有胡子啊，你乱讲。好，要不要让爸爸站起来看一下？这是今天的任务吗？这是场景的任务吗？这是家任务，就站起来然后转一圈。刚刚说你完成了吗？不要骗我。哪里完成？不是说这些任务就是买玩具吗？我也让你听到了。厂商要求换位置，哪个厂商换一个？你们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吃饭、公园跟这里哪里最好？为什么？这里可以买玩具。那刚玩具我们总共买多少？5500。那你花了多少？我花了不少，多少币？心里是无价的吧？你有没有感谢干爹一下？感谢建中爸爸。所以他一个人花了5500多。对啊。那时候爸爸害怕，他哎，小心点。来，微微，很久没带女儿出来玩了。对啊。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可以出来，他很开心啊。不然都一直在家里，然后可能别人都出去玩，然后他都没有出去玩。大家还可以建议我们去哪边玩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哎，你干嘛？按赞、分享、小铃铛放起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西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梁姐，拜拜。